这个董居士有两个问题啊，这第一个，晚间念佛的时候，有时候发现到经常有一些怪现象啊，或是鬼怪一类的现象啊，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学佛的同学们一般都能够理解，有许多我们肉眼见不到的众生，它确确实实存在。佛在经典里面给我们讲的魔鬼道的众生、地狱道的众生、畜生道的众生，里面有一大半我们肉眼都见不到的。那个诸天也是属于众生，众生的种类非常之多，一切众生都有佛性。换一句话说，一切众生在过去无量劫当中，几乎啊都曾经接触到佛法。那我们要问，接触到佛法，何以还会堕在恶道？这个问题不必问别人，问自己就有答案。我们遇到佛法，如果不好好的修行，来生还是要堕恶道。谚语常说，地狱门前僧道多啊，这个话不是空穴来风啊，一定有它的道理。所以接触到佛法，纵然明理没有办法修行，依旧敌不过业力啊，还是受业力牵引，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事实一定要了解。所以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啊，不但念佛，讲经的时候也一样啊，有许多我们肉眼见不到的众生都在我们的周边，他们的数量超过我们现前的大众。人在这个气旺的时候，你感觉不到啊？为什么气旺的时候，你的气呀压过它，你不会感到？但是我们在气衰的时候啊，他的气超过我们呢，我们就会感觉到啊，但是感觉到，你知道啊，这些人啊，不是恶鬼，啊，绝对不是做恶的。恶的这个众生呢，不可以到这边来的啊。这个道场有护法神，都是很善良的，都是在此地参加我们共同修学的啊。所以我们感觉到，有这些鬼怪的存在啊，我们念佛回向给他啊，同时呢也给自己警惕，我们要不好好的学，将来就跟他一样。
说实在讲啊，这鬼怪现在也在听经啊，也在学佛啊。啊，这一次我们有几位同学到中国去受戒，回来之后啊，就告诉我，啊，也遇到有这个鬼怪附身，啊，说明啊，他们现在一些人也在学佛，也在念无量寿经。这无量寿经呢，不但人间传得很广啊，现在恶鬼道也在念啊，也都念呢下牢居士的会集文。这人间有一些反对啊，鬼道里头没听说反对的。那么这些事情啊，我们也总希望这些资讯呢应当把它收集起来，提供我们同学们呢来做参考。啊，这第二个问题，他问的堕胎诵地藏经啊怎么回向啊，堕胎这个问题严重啊。非常严重。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儿女跟父母这个缘非常深切，如果没有缘不会到你家里来，到你家里面来了很深的缘分。这个缘里面有四种，有报恩来的，报恩来的，过去你对他有恩惠，这一生来的时候就是孝子贤孙呐，你堕胎把他杀掉了，他来报恩的，你把他杀掉的时候，恩将仇报，这不但恩没有了，结了冤仇了。下一次再遇到的时候他来报仇了，你说麻烦不麻烦？如果是报怨的，你把他杀掉了，怨上又加了怨仇，这个怨仇愈结愈深呐，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没完没了。一般社会人他不相信啊，那没有法子，不是说不信就没有啊，不信没有我也就不信他了，不信还是有啊，不管你信不信啊，这个事实啊决定存在，所以这个事情不能不谨慎。要解这个冤结是很费事的，能不能解得开呢？能解得开，就要看你怎么去做去了。那个《地藏经》里面做法非常有效果，不是念几部《地藏经》就行了，那个不管用处的。你看看婆罗门女、光目女怎样度她的亲属啊？他们的家亲死后躲在地狱，躲在恶道，他怎么样去帮助他？怎样去超度他？你能够有学习婆罗门女、学习光目女那样勇猛精进的修学，这个冤结解开了。我讲地藏经的时候说得很清楚很明白。婆罗门女念佛念到一心不乱了，以这个功德回向给他了，
行。啊，你要没有这个功夫，你怎么超度他？啊，光目女念佛念到功夫成片。啊，我们怎么知道他到这个境界？啊，婆罗门女在梦中啊，不是梦中，是定中啊，到地狱。地狱里面只有两种人能见得到，啊，我们一般人见都见不到。啊，一种呢是造作地狱罪业，要堕到地狱里面去受果报。啊，他见到地狱。第二种是菩萨，凡人见不到啊。菩萨可以到地狱里面去参观，啊，去度化众生。只有这两种人，啊，婆罗门女去参观地狱，啊，你看看鬼王见到他，称他菩萨。念到四意心不乱，就有能力去参观地狱了，啊，去教化众生了。那是人家一日一夜的功夫啊，证了果啊，不是说地藏经念念就行了，没那么轻松啊，没那么容易啊。啊，真正依照经典的道理方法去修行，把自己境界从凡夫提升到菩萨，你这个冤家债主就通通得度了。啊，光目女是在梦中的境界，次一等，啊，那个没有到一心不乱，啊，我们可以说他那个应当是功夫成片。啊，是很浅的念佛三昧，啊，也得到殊胜的感应。啊，那么由此可知，经典里面说的理论方法都没有错，我们粗心大意往往把经典看错了。啊，受持读诵啊，为人演说。什么叫受持呢？每一天念一遍就叫受持了，不是这个意思。啊，连着念两个字的意思都错会了。受持啊，把经典里面讲的理论方法我完全接受，依教奉行，这叫受持。啊，经上讲的道理讲的方法不能落实在自己日常生活当中，不叫受持啊。啊，所以平常就是你每天念一部经念两部经，只是读诵啊，没有受持。啊，受持是自利，演说是利他了，自行化他了。啊，我们不在这上做真功夫，以为多念几声佛号，多念几部经给他回向。啊，那个是小小事情，这鬼神求你帮忙，行。这个办法行，这种大的冤仇啊，你这是小恩小惠，人家不接受的。啊，这个道理啊，我们要懂得。啊，所以遇到人家要堕胎，要劝他，决定不要造这个罪业。啊，这个罪业非常非常麻烦。这位同修有四个问题。
他说，每当我看师父讲话时，喜欢拿着念珠，师父讲话停顿时，我就阿弥陀佛，有居士告诉我这样不如法。另外，我听人说话时也爱念佛珠，这样做对不对？请师父开示。说话的时候拿着念珠，你说对不对？你问我对不对，你说对不对？如果讲到如法不如法了，佛教给我们一法不一人。佛在经典上有没有这样说法？我们对人说佛说话不可以拿着念珠，那经上没有这么说吗？给人说话不可以拿念珠也没有说嘛。那佛没有说嘛？佛没有说，那我们拿也好，不拿也好。这个念珠是提醒自己念佛，念珠也能度许多众生。这一般不学佛的，像我们这个佛教徒，我常常劝大家，手上拿一串念珠，你要上街去的时候手上拿着拨着念珠，不管念不念，外面人一看，这个人念佛，你看他那个佛的印象就入到他阿赖耶识去了。这给他在阿赖耶识里头种佛种子是好事情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第二个问题，他请问法师，修净土家里能不能供唵嘛呢叭咪吽的条幅？你要是喜欢供也可以，但是要晓得这一句咒的意义这是观世音菩萨六字大明咒这个咒的意义非常之好是叫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要真诚、清净、平等这个咒的意思从咒的字面上来讲，唵是身这个身包括了化身、报身、应化身这一个字里面讲的是三身的猫尼是莲花梵语称猫尼莲花贝德麦是宝池哄是意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起心动念那么照字面的意思来讲解，保持你的身心像莲花一样莲花是清净的，处污泥而不染这个咒的意思是这样的。所以你供养你懂得这个意思很好，常常提醒自己身心清净，一尘不染。所以是可以供的第三个问题，在我来这个地方的前一天，有几位居士到我家来，听说我要见师父，他们让我带皈依，可以吗？皈依不能带的，皈依要自己发心不可以带。如果
住的地方偏远啊，没有寺院，没有法师啊，自己要真正发心皈依，这个皈依受五戒十戒，都可以在佛像面前自己宣誓都行啊，自己真正发心皈依啊，但是皈依一定要懂得皈依的道理啊，你到底从哪里皈，你依的是什么，你要搞得很清楚很明白啊，你发心呢就有效果啊。如果是从哪里皈也不晓得，依靠什么也不知道啊，糊里糊涂就皈了，就皈了依了，这个皈依没用处啊，就一定要明理啊。那么我们此地呀有三皈传授的小册子，还有啊三皈传授的这个录像带啊，或这个VCD 啊，你不妨可以带几片回去啊，让你的这些同参朋友们多听听啊，听完之后听明白了，真正发心皈依啊，在佛菩萨形象面前皈依就可以。啊，这是真正的皈依。啊，这个第四个问题，他说我们在拿念珠的时候，念到佛头时怎么念？啊，这是穿线接头的地方，啊，通常我们穿穗子的地方。那像我这个念珠呢，你们说这是佛头了，念到这个一样念过去。那么有些人说这个佛头不可以摸不可以念，这个话也有道理啊。那是什么样的念珠头呢？念珠头里面镶的有佛像啊，总不能把佛像捻在手上吧，这个是不恭敬啊。那像我们这种念珠头一般呢，没有佛像，没有佛像就跟普通的珠子完全相同啊。如果你念珠头有佛像，那念到这个地方啊，转过来念啊，这个手不摸念珠头，这个是恭敬的意思。可是一般真正念佛的同修，大概这个念珠头都不会有佛像啊，都不会有佛像。啊，这个是北京啊，温居士他问的问题，他说我想求你帮助给我女儿的冤亲债主超度啊，因为我女儿得了，这是血什么病是啊，和红斑狼疮啊，他的病就是冤亲债主所致啊，这我修得不好，没有能力呀给超度啊，所以要求你再三的求你，再三求你啊，我是啊大陆来的啊，在北京没有几千块钱，是不给超度的啊，我在经济上也没有能力，只有求你了。这个超度需要几千块钱呢，恐怕不灵。那为什么呢？这是买卖了啊，超度不要钱就会灵啊，所以要钱呢
这个都不可靠。啊，那你这个钱花的时候，可能没有什么多大效果。啊，有钱呢，这个超度的方式啊也很多。那么最好的方法，印光老法师给我们做的榜样，印经。啊，印经布施功德回向非常有利益。啊，你印的经典，许许多多人读诵，将来有一个人在这个经典上真正受利益开悟了，那你的功德就不可思议了。啊，所以印足一生，四众同修对他的供养，他全部都拿去了印经布施。这是在末法时期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说到这个地方，我简单的为诸位同学说说这一切众生这疾病的根源。啊，病痛虽然多，归纳起来缘由只有三类。第一类呢，是生理的病。我们起居饮食不调，古人常说的病从口入，啊，你饮食不懂得卫生，啊，贪吃容易生病。另外就是感受的风凉，啊，在这个衣着上不知道留意，啊，感受风寒，这样容易得病。这些病是属于生理的，生理的病呢要找医生，啊，这是可以呀诊断医疗的。第二种病呢，就像你这个所说的冤家债主找在身上来的，啊，这种病不是生理病，医药没有效果，啊，医生是治不好的，啊，唯一的方法呢就是跟冤亲债主调解，啊，等于说谈条件，啊，化解，他要同意了，接受了，他就离开了。啊，所以一般超度法事用意是调解的。啊，接受的也有不少，可是不接受的也有。啊，不接受啊，那就相当困难。但是一般呢，大多数都能接受。第三一类病呢，业障病，啊，不是生理的，也不是冤亲债主，是自己造的恶业太多，这种病非常麻烦，啊，医生对他没有办法，超度也无济于事，啊，也没有办法。佛告诉我们，这种业障病呢，有一个方法对治，真诚忏悔。普贤菩萨教我们忏除业障，你的病就能好。所以佛法里头啊，他知道这个病的根源呢，懂得对治的方法。那么像你这个
女儿这种病，不必去花很多冤枉钱的。最重要的是真诚心忏悔，诵经念佛给他回向，但是医疗还是需要的。为什么呢？它能够帮助你恢复健康，希望他早一天能够恢复健康，要从内心里面去忏悔，断恶修善。你女儿生的这个病相当严重的，转业报一定要靠自己，别人不能的。别人如果能替我转业报，我能够替你女儿转业报，那么换一句话说，佛菩萨就有能力转我的业报，我还要修行？我不要修行了，佛不替我转业报，他就不慈悲。一定要懂理，业报是自己造的，必须要自己回头消除业障。这个事情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办法代替的。你看楞严会上，阿难遭摩登伽女之难，那是个很明显的例子。释迦牟尼佛能不能帮忙？帮不上忙啊！阿难才真正觉悟到啊！谚语常讲啊，修行呢，功修功德，婆修婆德，不修不得。没有办法代替的。遇到些高明的人，遇到佛菩萨，他指点你，教给你方法，给你说明道理，教给你方法。诸佛菩萨对我们的帮助止于此啊！我们要明了啊，我们懂得理论，懂得方法了，自己认真努力去修行，修行修正错误的行为，我们的业障就消除了，这个命运就转过来。我也常常劝勉同学，都希望大家把业报身呢转变成愿力身。我们就得自在了。就能得诸佛菩萨护念，龙天善神拥护啊！怎么个转法呢？我都讲的很多，没有遇到佛法的时候，起心动念都是自私自利啊！哪一个人不把自己的利益看作第一呢？我们没有学佛的时候都是这个样子啊！学佛之后这才恍然大悟，这个思想这个执着错了，这叫什么？这轮回业啊！佛教导我们应当把这个念头转过来，从今而后没有自己了，自私自利的念头放下了，我们要会转呢。你在佛菩萨面前发这样的弘誓愿，从今而后
我为佛法，为众生，绝不为自己，念头转过来了。这个效果力量大了。冤家债主报你的仇，要找你的麻烦。那是你还有私心呢。你现在念头一转，冤家债主不但不敢找你麻烦，拥护你，帮助你。为什么呢？他不能报你，对你报复。你为一切众生，他要把你害了，他就害所有一切众生，他这个罪过担不了。你没有念头为一切众生为佛法，你是自私自利为个人，他有办法对付你啊。你今天发愿呢，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为正法久住，你的冤家债主看到你不敢动你，只有在旁边拥护你，帮助你，成就你。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晓得怎样转这个业报，而且非常有效果的转变。我自己本身也是转变。我在年轻的时候，我的母亲，我的一些亲戚朋友，给我算命看相，都说我过不了45岁啊。45岁是我的业报寿命啊。我26岁学佛，我也没有求长寿啊。45岁那一年，我生了一场病，病了一个星期。我知道时间到了，我也没有找医生，也没有吃药，每一天念佛等往生，念了一个月，病好了。我一生没有生过病。所以任何医院我没有病例。转变业力啊，不再为自己了，为自己是死路一条啊，为众生是活路啊，是生路啊。我常常劝同学，能不能契入佛的境界，就看你能不能放弃自私自利。你能够放下自私自利，起心动念，一切为众生，一切为社会，一切为正法久住，你的业力就转过来了。转过来就是佛家常讲尘缘再来啊。你是尘缘再来生了，你不是业报生了。转过来之后要精进，要努力，决定不能够懈怠，决定不能造罪业。那么由此可知，转过来之后啊，经典天天要读诵啊。读诵经典就是接收佛菩萨的教诲，每一天接收佛菩萨的教诲，依教奉行。即使我们每一天念同样的一部经，每一念一遍有一遍的悟处，所以一部经从初发心念到成佛都念不厌。为什么呢？
遍遍有新意思，遍遍有新的悟处。啊，读诵啊，那真是其乐无穷啊，啊，不疲不厌啊。帮助我们生活，帮助我们工作，帮助我们处事待人接物。啊，利益深广无尽。啊，那么这是我提供你的这个超度冤亲债主啊，恢复这个健康啊的方法。啊，这位同学问的，他说新道场使用时是否需要净坛？如果需要的话，应请什么样的人，或需要诵哪一部经，请师父指点。啊，这道场不大，啊，面积只有啊700多平方米，平方米呀。这个新道场的启用，举行一个洒净的仪式就好了。啊，净坛洒净，这个扩诵本里面有仪规，照着仪规去做就行了。能够请到法师呢更好，啊，请不到法师啊，这个居士自己也可以做。啊，这个里头最重要的一个道理，心净则佛土净。啊，要用清净心来做这个仪式就有效果。啊，心不清净呢，做这个仪式啊还是没有用。所以学佛一定要明理，但是最如法的呢，这个道场新建立呀，应当讲一部《地藏经》，因为你有地了嘛。啊，这个地含藏着无尽的宝藏。啊，你们听我讲经，也可能听说过，啊，我对于任何一个新建道场，啊，第一部经呢，一定讲《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么在我们这个世间法来说呢，这《地藏经》是心理建设，啊，基础的建设。这位同修，这个有三个问题。他说：上游放生，下游在撒网，我们不吃众生肉，远比放生这么原理来处理这个问题可以吗？无形中减少众生造业的机会，正确。啊，所以这个素食就是远离杀生啊。啊，人人都能够素食，这些杀害众生的人呢，
他想以这个去牟利的机会就没有了，他也不会去造这个干这种行业了，一定也去改行。所以素食是远离杀业最好的方式。第二个问题，所有的外伤都是业因感召的吗？每当你定假日发心念佛或念佛摄心时，障碍就特别明显的多。全修同修教我不应发心，要随缘应先回向，将功德和他们分享。我恐怕有时会发出空头支票往后麻烦更大该怎样让他们能成就能够成就我。这个不可以说所有外伤都是业因感召的，不见得外伤有时候是我们不小心没有留意你比如在野外去旅行你被小虫咬了，或者被这个树，有很多树是带刺的被这个树上这些刺刺伤了，这是你走路不小心嘛，这也未必是因果报应由此可知中国古人讲孝道孝亲不能让父母担忧，所以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一切行动小心谨慎不让自己身体受到伤害引起父母的忧心这个是正确的。那么至于业障，我们说的很多了，冤亲债主每个人都有，而且都很多很多因为不是这一生结的吧，过去生的结了都忘掉了我们虽然忘掉，他们也忘掉所以这个事情很麻烦的冤亲债主非常非常多。佛教给我们的方法非常好我们修行为谁修的？不是为自己为自己修，冤亲债主还是会来找麻烦。为什么？你这个人自私自利。我不是为自己修的，我为一切众生修的，包括冤亲债主在内。这个冤业马上就解开了，决定不是为自己。我断恶不是为自己断恶，修善不是为自己修善，破迷不是为自己破迷，开悟也不是为自己开悟成佛也不是为自己成佛，为度一切众生只要有这个心，这个心就是回向这个回向的效果就非常显著乃至于我们生活，我今天吃一餐饭，喝一杯水，不是为自己，为一切众生为什么说喝一杯水为一切众生？喝一杯水是我这个身体需要，我这个身体为一切众生工作不为我
我不需要啊。众生需要这个身体为他们服务，我吃饭是为这个身体，喝水为这个身体，换一句话说，通通为一切众生，不为自己啊。这个是回向心，这个是结缘世界，这就不会开空头支票了啊。空头支票还是自私自利，对不了线。所以心量要大啊，量大福大了啊，心量小啊，这个福报就小啊。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我们要以拓开心量，像诸佛菩萨一样，心包太虚，量周杀戒。第三个问题的是不是一定要地藏王菩萨做见证啊，并设一个累世冤亲的牌位，才能把多生多劫的积怨彻底消除？消除不了，你消除他，他也来消除你。哦哟，这个战争就爆发了，是不是？这个不能够消除啊。立一个冤亲债主超度的牌位，这是在形式上。最重要的，你要懂得我刚才讲的理论啊，我们自己在一生当中啊，这是最正确的啊，最殊胜的，不为自己，为众生，为社会啊。我们今天讲为社会的安定繁荣，为世界和平，为人民幸福。你只要发这样的心，无往而不利。真的得到诸佛护念，这个鬼神也赞叹，也拥护。我们常讲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我们遇到这样的人呢，我们也由衷的敬佩啊。纵然跟自己有什么过节，我们也不敢存报复的念头啊，因为他是个善人啊，他为这个社会呀做许多善事啊，他做的善事等于我们做的一样。所以鬼神呢，也懂得修随喜功德。